不闹哎，不闹耳，就是如花的意思，就是如花的意思。你有没有看过我拍的杂志？我承认电脑有修过，我承认电脑有修过。跟本人会差很多吗？跟本人会差很多吗？我哥哥说你最喜欢我这种金发美女。我哥哥说你最喜欢。师傅，你买一点口香糖好不好？好啊，啊可是。可是我钱不在身上哎，等一下好不好？我放在外面。没关系，你等一下再买。好，我等一下一定买，我真的一定买。口香糖先拿，钱等一下再拿。你口香糖先拿。我先拿，不好啦，我等一下一定帮你买。我钱放在外面，我钱放在外面，等一下好不好？我有看过你拍的电影啊。哦，真的啊？你看过哪一部？你是吴耀汉，阿兵哥的那个。我原来是香港的，很像啊。对了，很像啊。我胡子剃掉了，我等一下帮你买，好不好？好了，或者是你先看看其他的客人，那边有客人啊，好不好？你看有没有要买？等一下我一定给你买。干嘛？我不能先拿，我跟你讲，妹妹，你人真好，我不能先拿。叔叔，你人真好。我谢谢。可是介绍我妈妈给你认识。我介绍我妈妈给你认识。你妈妈？你妈妈跟你来啊？我妈妈很漂亮啊。人这么好，我想介绍你给她。你人那么好，我想介绍她给你认识。不要，我不好，我是，你知道我是谁？陈威明啊。陈威明啊。对，我们很糟糕的，我们演艺圈男生很糟糕。不要，你在同一条线收起。好，我介绍我妈妈给你认识好啦。你妈妈？你妈会跟你出来卖口香糖啊？没有啊，她在忙别的。没有啊，她在忙别的。哦，好，那你口香糖先收起来。她在旁边而已，我去叫她。好，但是你口香糖先收起来，好不好？好，口香糖先收起来。好。好，我等一下再给你买哈。好，走。你们店里常常有这样卖花卖糖果的小朋友吗？有一些啦，有一些啦。而且那小女生还蛮漂亮的。叔叔，这是我妈妈，你看她多漂亮。你好。第二名。她是中国小姐第二名。中国小姐第二名耶。那辛苦了啊，带小朋友辛苦了。来，妈妈，你帮她按摩。不用，因为他们，妈妈，对不起啊，妈妈不用了，那个他们这边有服务的，很好。妈妈，你就陪妹妹去做生意，去陪妹妹去做生意。妈妈不用了，妈妈真的不用了。什么？等一下，什么意思？他在这边上班的。对啊，很多人都要找他。哦，妈妈不用了，他就很好了，可以了。妹妹，你妈妈不用了，真的不用了，真的可以了。你 ，Hello。我下班了，谢谢你啊。不是。妹妹，你不要走，我们聊聊天嘛。好吧，妹妹，那个叔，我可以叫你爸爸。妹妹马上在那上班。叔，我可以叫你爸爸吗？叫我什么？不要吧，不要。好，第二名呢？那你就跟他讲说，不要开玩笑，妹妹。爸爸，好，我先下去了。妹妹，你马上就。那我先下去。不是。爸，我爱你。爸爸，我爱你。对，我也爱你。不是。妹妹，那边有个穿那个其头梳很漂亮的那个男生，你去叫他进来好不好？哦，好，你等一下啊。哦，好，你等一下啊。好。妈妈，那个。你觉得我会叫他进来吗？
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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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不好 ？OK。刚刚小孩子叫你爸爸，真没礼貌。我们应该冲水了吧？刚刚小孩子叫你爸爸，真没礼貌。对不起哦，孩子的爹。对不起，老公。对不起哦，孩子的爹。好像看过你，你是电视明星，对不对？哎，对对，演那个电视。哎，啊，你演的戏我很喜欢。你演的戏我很喜欢。哦，真的，谢谢，谢谢你。我妹妹也在这里上班。你妹妹在这边上班？还是我叫我妹妹？所以你妹妹在这边上班，那你妹妹是做什么的？我妹妹有拍杂志方面。拍杂志啊？拍杂志。哦，所以她今天不在。有有，你看一下，给她看。看一下，是她。真的假的？真的。一模一样。不可能吧？你妹长成这样，然后在这边上班，不太浪费了吧？对啊，我们在这里打工啊。她在这里打工。真的假的？我去叫她好了。我去找她。好，好，好，好。Okay, 真的吗？真的吗？好，去叫她。好了，那你坐一下，我下班了。好，谢谢你，拜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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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就是如花的意思。这是如花的意思。你有没有看过我拍的杂志？我承认电脑有修过。我承认电脑有修过。跟本人会差很多吗？跟本人会差很多吗？我哥哥说你最喜欢我这种金发美女。我哥哥啊！你连破皮吗？你很开心吗？我看你的表情，我就知道。我看你的表情，我就知道。你是不是想追我？你是不是想追我？对不起。不会。你先等一下，我先帮你冲头。帮我什么？冲头。冲头哦，冲水的。好好 ，OK。你等一下哦。好好好 ，OK OK。